国民党在上礼拜啊，完全用这个长期变革啊，把国会变成庙会，那完全让委会不能开下去。那我这个礼拜又开始了，我相信不管国民党用任何招数啊，听说今天要用练砍金、练金刚经的方式，我们欢迎他能够进入程序。只要能够进入程序，你要讲什么，我们都予以尊重。所以今天我们等待国民党等一下，可能有什么招数，我们再已经知道。一分一报告，省钱瞻免谈，省钱瞻免谈。换招委，换招委，换招委。我上礼拜做招委，你们还是像一样乱。对啊，换招委，你们换谁了？周六做招委，你们还是一样乱。啊，这样有差别吗？有。谁当招委有差别吗？有。上个礼拜换了还是乱呢、啊？对啊，你就是要乱而已嘛，不要找借口了。有什么差别？找借口而已嘛。因为你们完全不检讨，有意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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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退回崇礼换招委，退回崇礼换招委，退回崇礼换招委，退回崇礼换招委。人家，我就在这里。协商是随时都在进行，随时都在进行。那因着这个状况，一直以来做协商。那因为有一些并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所以还在协商当中。下面拖很久，下面这样说有可能就这样放着，不管它。力量可以不至于。我们作为在野党的，也可以看到国家往前发展，好建设往前发展，但需要合理，好、哦、要合理。这么多的这个质疑的声音，啊，这么多的教授学者讲了那么多质疑的声音，执政党一点谦卑、一点检讨都没有，这是很奇怪的事。